就是像下一些下小雨的时候，就会发现这边的那个叶子，它就会泛黄，因为它会那个排出来的二氧化硫碰到水之后变亚硫酸，然后它就会侵蚀那个叶子。对啊，像木头。二氧化硫加水就变成亚硫酸，对，亚硫酸不是硫酸，硫硫醋加H2O会变成亚硫酸是什么？污染物，化学式，对，化学式。O2 加 H2O， 我记得是 H2SO2 的样子。那请问有人去检测这些种出水果跟一般的水果不一样是吗？的确是有检测出说里面那个一些重金属会比一般的多。多多少？这个具体数字我不清楚。对。那是去哪里检测？会送去一些学术单位检测。那有一样没办法证明是六氢的明显，是吗？这个对，以六氢的角度来说，他当然会不承认，但是如果按照一些学历来推断的话，的确是可以证明的，就是比如说那个庄宇杰教授做那个风向的检测，对，然后就发现说那个雨下的地方刚好就是那个废气高过去的地方，然后成分也是刚好他们排出来，都这个都是有检测的，只是他们不承认。对，就是就像那个这边麦寮台西那边，就是大城那边也会种很多西瓜，就是它其实西瓜都会受到一些酸雨的侵蚀。所以麦寮这边也有农产，有啊，很多，还蛮多的，很多样，对。每次都卖到台北的话，对，好高了，大部分啊，就是大概占一半的量，对啊。什么东西卖到台北占一半的量？农作物。农作物是哪一类呢？譬如像花生或一些美生菜，这边美生菜有卖到日本。对，那个菜如果能够卖到台北，然后台北的买方他们没有检测吗？应该是没有问题，他们才收的。因为有些检测他不会检测那么多重金属的项目，对，他检测的那个重金属可能是刚好六氢它里面没有包含，所以他就会统计，或者是当然会有一些放水的情形。那因为像我是在收容那边，收容那边的很严格。他常常有一些东西，如果不好的话，马上就下架，他不可能长期扔。所以这些东西不是卖到那里吧？因为买的人总是会很注意的啊。就是他很多次，他就算检测到，他也不会讲。哦，他不讲。对。因为不然会造成这边恐慌，而且就是这样子，这个工业在那边很难生存。这也是那个西瓜的问题，就是这边。对那个不只是农作物的影响，就是对这边的人是有更直接的影响，就是我们有访调到一个案例，就是他也是住就是台西，然后前一分钟到，就是他16岁才高中男生，他就得那个脑癌，然后也有一个是14岁的女生才国二，他就得了那个血癌，对，上面有血，14岁，对，然后他已经过世了，还有。就是更夸张的是9岁，他就是这边读麦寮国小而已，然后这边已经离那个六氢一段距离，对，大概七公里左右，然后他也是免疫功能都是低下异常，然后还有5、6岁的就是发现有那种早发性的糖尿病，我记得是第3型，对啊，因为其实六氢会排放出很多那个像这部分生病的资料里面有各个。邻近的各个村庄，每个的统计资料有啦，那个不用他们啦，对，那个张教授有，上国民健康局的就有。事实上，你们单独提出这件案个案呢、啊，这个对于看的人他是没有效果的。这个我了解，就是说，你单用那部分那个台大的工会所副所长詹长廷教授，他有做出这个研究，对，所以说就是应该提出的是，哦，这个跟邻近甚至到彰化，事实上每个地区。这种螺旋比例，我觉得那才是更具有说服力。对，后面会讲到说，就是他有研究说，大致上的结果是这样，就是离六氢越里面的重金属越少，然后对啊，就是从六氢
高速运转，就是制造出比较多的致癌物之后，这边的人的罹癌率，全癌症的罹癌率是有上升80%。这个比较束缚于那个对情感上的，对，所以他那个数字上那个卫生署上面就可以有，但是就是说你怎么去解读，那就变自由行政了。就像詹长全教授，指不到对，詹长全至少已经有那个公部门，他已经有那个自觉，他来这边做工位是要长期的，长期的。比如说我们今年第二年了嘛，今年第二年在第五、第十年。他刚问我啊，他可以做多久啊？就看他研究计划可以拿到几年的经费。对，那其实那个是要长期的去看，对，长期去看。那个每个地方的那个疾病的发生率，那个是会有意义的。对，那个、你如果那个才是去比对跟 PM2.5 的那个浓度什么之类啊。但是糖尿病只有第一型跟第二型，没有第三型。哦，对对对，因为我有，第一是原发，相信我，对对对。后天只有两型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没有做仔细顾客。对啊，就是对，像那个这位先生刚刚说的一样，就是的确是这个比较算个案，但是是借由这个凸显他的严重性，因为正常不会那么年轻就得癌症。请问一下，这个资料是什么时候的、啊？就是这个小孩子他已经不在了。这个还在，但是14岁的那个小女生，国二。我说在他这个生病的时候的资料。3年前的。哦，将近4年了。对，4年应该20岁。对。4年前。好，可以下一页。就是，他就是说，这是六亲的那个副总。6.5。对他真的说很。是谁？陈文雅他说了很多睁眼说瞎话的事，就是他就说，PM2.5 都是浊水溪的扬尘或大陆飘过来的，但是其实浊水溪的扬尘里面只有极少比例是含 PM2.5， 大部分是 PM10， 就是它的大小不一样，对啊，而且就算是这个浊水溪扬尘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六轻他要用很多水，所以国家在中游。在南投县集集那边盖了一个集集南河堰，造成那个河川下游就是沙漠化，才会有这么多 PMs。不然以前有水涵盖的话，是不会有那么多 PMs。可以下一页。就是刚刚说的那个詹教授做的那个研究，就是这附近这几个乡镇，大部分都是罹癌率有明显上升，因为大家知道这个。这种研究是很严谨的，就是他那时候引起那个对啊大的恐慌，要有十足的证据才可以说明显那个显著相关。我记得是要95%以上的信心，那是学术用语啊，就是才能够做出这样的推论。嗯，詹长全教授，我听过他是哪边的教授？他是台大工卫所的教授，台大工卫所。这就是刚刚那个这位先生讲到说，是不是有比较？那个科学的数据就是它离六轻10公里之外，这边这是它的里面含有的重金属种类，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出多了五十多个，是抽血的那个，对，抽血的尿液种类，对，然后那个这个是种类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它的量，是5.5倍，就是重金属的量，这10公里内跟10公里外。所以他写彰化大城，就是北部一点的那个，嗯、因为他那个会更严重。对，因为他完全是只隔一个浊水溪，然后没有完全都没有阻拦物，所以他的污染很容易就飘到那个大城那边。之前就有台塑的一些高层就原本想说，是不是彰化离有隔个浊水溪会不会好一点，离远一点了？但是其实反而更严重，就他看到那个房子之后，他一看过去就是六轻烟囱，毫无阻拦，他就决定不要在大城那边。所以他们是不是更反对？然后应该结合？对，我们可是他们管不到云林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是彰化。对啊，就是彰化那边，我们也有认识的团体，就西海岸保育联盟的那个理事长许丽小姐，对，她有在那边推这个反六轻污染的事，就是会有结盟的关系啦。对啊，然后所以这边的台塑的高层大部分都住在那个湖尾，住那么远吗？对，大概20公里，就是刚好它那个 PM2.5 会飘到东流，碰到丘陵才会下降，然后
比较近的那个 VCN 氯乙烯单体的致癌物，它就因为比较重，它就会聚集在麦寮这一带，然后中间的影响比较少，但是还是有影响，相对重灾区来讲，那影响比较少。下一页，就是也是台大的那个詹教授做的研究，就是说是至少，因为它还有很多仪器检测不到，因为它每一种仪器可能相对应只能检验出一两种的化学物质，对啊，然后它如果这132种制，它的制成很多是会互相 mix 的，所以会产生出各种排列组合，产生出更多种。刚你提到那个大家都那个六亲的那个高层都住湖尾，那他们的流动率高吗？因为他们会比如说身体意识，就是他们会自己去轮替这个，就是我的意思表示说，他们也不敢在这个地方久住吗？这我不清楚了，但是比较基层的，他们的确是会有抱持着一个。做几年就走的这种心态，就是钱赚够了就走，但是他通常这种人就会一待再待，因为的确是这边的薪水是大概是15万，比一般的外面的工业区还要高。外面工业区都多少啊？比较高？应该也是4万左右，或者是30万。当然这边的薪水是借由那个他底薪是2-3万，借由一大堆加班费或者一些奖金，从那个绩效才能够达到5万之谱这样。就是他们会一直这样做下去，想要再一年再赚年就好，但是其实他就是做不了，对，就是会因为薪水并比较高，就一直待下去。可以下一页。大家知道偏 2.5 吗？那我这个就先跳过不介绍。偏 2.5 真正的意思其实我不太了解，因为我常常听到 2.5 它就是一个指标数字，报上也说。细悬浮微粒 PM 是什么意思？ PM 就是微米，就是它算一个单位。如果它 PM 是放到后面的话，其实是一个单位。但它如果放在前面的话，特别指这个污染物。指污染物。就是指这种悬浮微粒。细悬浮微粒。对。就是，因为它会，就算是那种一般的沙尘，大家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影响，只有碳而已嘛。但它是会夹在空气的一些其他污染物。细悬浮。对。报上都讲2.5，2.5，每次都看到这个，就是不能明确。就是它是我们的头发已经很细了嘛，然后它是这个大概1/30，它的直径是它的1/30，对，它是可以穿透那个人体的肺泡。如果是 PM10 的话，可能只能停留在肺泡，存积在肺泡，或者是被鼻毛或纤毛挡下来。哦，你说这个比较小。对，它是没有任何身体器官可以阻挡。对对对，小的可以进到我们的细胞。对，它会穿透肺泡，然后穿透那个血液里。对对，穿透。OK， 下一页。穿透肺泡，放血。这就是它是有点像那个洗澡的那个浴球，就是它中间很多空隙，可以夹带很多空气中的污染物，就是显微镜下。好，可以先走，谢谢。就像这样，中间很多空隙。夹带一些东西，好，就是它的毒害有很多，就是其实全身都会受到影响，就是像这些，然后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，像等一下会讲到一个那个它平均让全台减寿在40多天，然后云林这边80几天，在80几天，然后南投那边100多天，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好像没有什么，但是其实这不是表面上的那个数字而已，大家可能觉得啊，85岁跟84岁好像没差多少，那其实你那前10年，如果你是有患病的话，其实是会需要住在医院，或者是很多行动不便，或者是就是身体是很不舒服。然后如果你是刚好是那个得到癌症的那个人的话，你所减的岁数不会是1/3年而已，是10几年这样。我们这边就有听到很多案例，就是50-60岁。然后没有抽烟，没有吃槟榔，但是他就已经罹癌过世，对啊。这个可以下一页。